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呢是官。这个字在甲骨文里面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很有意思，这个字啊，在甲骨文里面我们看这是个宝开头，我们刚刚前面一个字我们分享的是这个宝开的，就是指的房屋，这种房屋是指的印上王或者是贵族住的那些豪宅，而不是平民住的那些草棚子。那这个里面这个符号是什么？重色粉命许慎，他说是小富一个小土灯吧，这是许慎的解释。楼振玉解释呢是馆舍之馆，就是现在是图书馆酒馆了面馆了，就是那个字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另外呢，有人解释这个东西不是指人，是指的一个地，是学舍，就是指的学校了。还有就是呢，日本叫甲藤长贤一个古文字学者，他说这个字啊像人的臀口，就是说屁股了，这个东西不像人的屁股吗？所以对这个字里面的这个符号众说纷纭，某种意思。这个字呢比较确切的解释，这个符号应该表示是古代城墙的撑斗字，和这个两个合在一起，这个意思就是指城楼，城墙上面不是有城楼吗？这个斗字也叫那个女儿墙，抵挡外地入侵进攻的时候是最前沿的阵地。后来呢它就泛指有人驻守的营地，它是由负责接待和监管地方民众的职责，所以营神就称为管服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就是有管服之意，营神个人称为官者官威。下面呢把这个官这个字来演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在甲骨文里面这个字呢它是这样子写，它第一款它写的这样，第一款写的这样，第二款呢它这样写，第二款它写成这样，第三款的这个符号呢里面它写成这样，这也是个房子。就好像第一款这个符号反个方向，上面是内空的，这是填实的。第四款的写法写是这样，这里一个符号是吧，就是叶三四这个符号打击差不多，就是第二款的这个符号，这叫稍微差别。实际上这个符号就是应该指的城墙上面的女儿墙，在经文里面呢它就是它这样写，也是个房子。经文第一款写的这样，第二款呢它写的这样一个字，这是第二款。第三款它现在这样，这是一个三国，这儿它写的这样一个椭圆形符号，它写的这样的两个符号。请问在第四款里面它这样，
这是经文第四款的写法。小篆这里面呢，就写成个符。小篆里面写成这样的，这个字里面这是一个符，这个符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轻一轻的抬阶，一轻一轻的登上台阶，那就是爬到城墙上面去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城墙上的城楼子，这就是小篆的写法。隶书里面它写成这样，隶书的这个官就写成这样，隶变以后帖书呢，它就写成这样的。铁树这个字就写成这样，所以这个字它是一步一步的演变，从城墙的城楼子、了解观战、指挥作战的指挥部，逐步逐步的演变到有人驻守的营地，再后来就变成管府的机关，最后又延伸变成管员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把官这个字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